日前，孙恩佐上节目谈到自己私下与爸妈之间互动。孙恩佐表示，妈妈从小对他非常严格，若妈妈连名带姓的叫他，他就会非常害怕，因为平常妈妈都是喊他心安、儿子、宝贝之类的。而孙恩佐更透露，小时候妈妈打他是没在手软的。此外，孙恩佐也表示，自己看到网络上的酸民对于他的家世背景或是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来批评辱骂，自己的心情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不过会尽可能在5分钟内调试。最后，孙恩佐也呛辣表示，我觉得会讲我的那些人都没有实力，只有没有实力的人才会批评真正有付出的人，认为那些人要靠酸人来建立自己的优越感，其实蛮可悲的。